小看我，可是要吃大亏的哦。没。小看我，可是要吃大亏的哦。三炮，变异的蓝电霸王龙武魂，人宠一体，所向披靡。天哪，孩子，你竟然是先天满魂力！这些小兔崽子，个个都是怪物，可怜了我这把骨头哦。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。我们只收怪物，不收普通人。魂师实力的直观体现就是魂环，魂环数越多，魂环年份越高，实力自然也就越强。吸收魂技，杀怪效率翻倍。点击任务领奖。当年小三凭借双魂环与我周旋，丝毫不落下风，希望你也不会让我失望。兔崽子有两下子，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当年史莱克七怪的影子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你们好，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社长，新来的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我想和你切磋一下。你确定？那就来吧。我的武魂是兔，很可爱的小白兔，你呢？怎么可能？脖子被缠住了，我认输了，以后你就是宿舍的新老大了。
一群不满百年的幽冥狼也敢来骚扰我。小三，记住。点击任务领奖。点击前往。竟然是曼陀罗蛇，如果是十年的我们还可以拼一下，如果是百年的立刻逃走。是，吓死我了，我刚才乱挥你给我的短剑，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。太好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小三，你的魂环有着落了。小丫头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对付你可不用萧老大亲自出手，有我柳龙就够了。柳龙，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就叫残花败柳了，嘿嘿。残花败柳真是不堪一击，你们高年级就没一个能打的吗？成功需要1%的天赋与99%的训练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点击前往。小老大，你的手下都被打倒了，小三可是连魂力都没用，单挑你输定了。那可未必，我萧晨宇可是11级一环战魂师，这学院里还没人赢过我。不巧，
我是十一级异环气魂师，而且我的第一魂环还是百年魂环。怎么可能？百年魂环？你真的只是攻读生？萧晨宇，武魂狼，十一级异环战魂师。既然你认输，那么转眼之前你和小五的约定，认他做学院老大吧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这些小兔崽子个个都是怪物，没有废物的这些小兔。学院试炼经验拿到手软哦。点击前往。你的武魂只是蓝鹰草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来吧，
戴沐白、武魂白虎、37级战魂尊。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，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，报我邪眸白虎戴沐白的名字。